24小時都有得睇啊！另外咧，仲有雙語廣播，有廣東話同埋普通話，所以咧好多唔同喺我哋中國大陸地方嘅弟兄姊妹都可以睇到，仲有好多未認識福音嘅朋友咧，都可以藉住創世電視認識耶穌更加多嘅。用人造衛星嚟到去廣播咧，確實可以將嗰個範圍咧迅速咁樣擴闊啦嚇。咁啊，即係唔同嘅地區佢可以去收睇咧。即係代表緊我哋能夠咧，好快已經將我哋嘅信息傳遞出去。記住咯，紀念呢件事好嘛？讓咧呢個福音能夠全面普天之下，你同我都一齊參與禱告，加埋我哋嘅奉獻。